历史长河大浪淘沙，最终沉淀下来的总是最有价值的东西。无论形势如何变化，中美合作共处的历史逻辑不会变，两国人民交流合作的根本愿望不会变，世界人民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普遍期待不会变。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，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，从人民中汇集力量，由人民来共同完成。中美友好就是这样一项伟大事业，让我们汇聚起两国人民的力量，赓续中美友谊，推进中美关系，努力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。